女人，我不喜欢这个 flow， 我要你重新发，发到我满意为止。你是第一个敢拒绝我的女人，如果你是为了引起我的注意，那么恭喜你，你成功了。我 check。事情开始变得有趣了。bet 200 ，raise 800。你的 raise 被我驳回了。3秒钟之内，我要看到你收回你的筹码。注意，这是通知，不是商量。不要。你是第二个敢拒绝我的女人。女人，你的名字叫倔强，我跟住。这个河牌被我唱家承包了 ，all in。靠。你大，但是没有问题。我的筹码只能由你来守护。筹码上甚至还残留着我手上淡淡的烟草香味，只不过我的三个司机都去巴厘岛度假了，能不能让我从里面拿回20，打个Uber？